我的粉丝，进来吃蛋糕了，来了！恭喜总策划演出成功！谢谢大家，我觉得都是大家的功劳，辛苦了，演出非常精彩。等你半天了，该切蛋糕了啊！该主角来了。哎呀，知道我这不是递刀吗？周正来吧，你是总导演，你比我辛苦多了。咱就不说这个了，豆豆也辛苦，豆豆来。总策划来。嗨，来你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完美配音是今年总策划，你们三个又是创始人，一起吧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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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微博了没有？没有。你看他有特别多画手圈的粉丝，画了好多这个画稿，还有退圈图。看看。挺好看。哎，怪怪有了吗？整得我像来食堂打饭的。来，我来定，我来定。食堂阿姨。还有这个。大家留点肚子，一会儿咱们吃完蛋糕再找个地方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吃什么？地址我发群里啊。好了。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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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精彩的表演，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完美的演出。我是今天的年会总策划江青瓷。江青瓷是那个唱歌是那个是江老师吗？各位辛苦了。江老师你好，我前几年跟您合作过一个广播剧，我配的您的徒弟，您还有印象吗？记得，幸会。谢谢江老师，继续加油。好嘞好嘞，好，谢谢江老师，特别喜欢您。你好，我可以跟你合影吗？当然。好的。3、2、1，茄子。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。感谢常老师，感谢常老师。老师，来来，我都忙不过来。您是我的目标，我就是因为您入行的。您就是我的梦想。1、2、3。他是无数人梦想的开始。江青瓷一定会是一个难以超越、不可遗忘的名字。哟，还在忙呢，王老师。嗯，王克老师，辛苦了。哎，等我一会儿。翟尚老师，这个可以给我吗？啊，自家人，随便拿来。嗯，谢谢。录音棚有新的，回去给你拿。这个不一样，就要这个，有特殊意义。一会儿你得给我好好签个名，知道不？好。你是不是不想从这带来？哎哎，你们还在这儿？走吧，我们俩先走，然后一会儿路口汇合。嗯，一会儿见啊。嗯，别被发现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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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俩好了没？马上了，马上马上。走啦走啦，你们说好了我打电话啊。走。走走走。流星飞向天空边缘，划过地平线，风倾听所有心愿，浮动思念，早点回家休息。阳光透过梧桐树叶落在了上面的肩，青春之旅没有终点，一年一年会路过你的窗边，再奔向晴天，梦想守在相遇的起点，触碰之间，向往你眼中的世界，默契是交换视线，你微笑着再靠近我一点点。你怎么了？我有件事还没跟你说。说吧。我外公明天想请你吃饭。好啊。啊，这就答应了。还能拒绝？最好别。我外公在我们家地位可高了，他想请你吃饭的话，你如果拒绝了，我不是答应了吗？不过呢，我明天在分院有个门诊，要等门诊结束，我再过来接你。
我上午没课，那我去分院找你，我们从分院过去，不用绕路。也好。说什么偶像退居幕后，太伤心了，就不来了。哦，哎，你这拿的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哎，哥，你跟易如说放了个东西在抽屉里，记得拿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请进。莫医生，还有一个。要加号吗？是啊。可是我已经下班了，要陪女朋友的。啊，是吗？哎呀，可是我今天早上没有挂上号，问了护士说你每天有十几个加号，他就帮我挂了一个，让我来碰碰运气。说你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，那我就只能等下一次了。啊，好吧，那就加一个吧。谢谢医生。说吧，哪里不舒服？我家里有几个哥哥。哎呦，他们从小就特别护着我，不让我谈恋爱。所以啊，今天呢，我男朋友要来我家吃饭，他们全部都要来，还有一个在北京出差还特地飞回来呢。是吗？所以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就整个人特别的不舒服，彻夜难眠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心跳的特别快，怎么办啊，医生？你啊，就是压力太大了。对。见家长这种事儿啊，交给你男朋友处理就好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吃好喝好，睡好，懂了吗？知道。谢谢你啊，医生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你给我看完病，我整个人都好了，你太厉害了。不客气，我觉得吧，你这种症状，只要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要做心电图吗？做的话开单子，下午做；不做的话，现在去吃饭，一起。哎，我让你找莫医生签字，站这儿干嘛呢？莫医生约这个病人吃饭，现在。
这么正式啊？初次登门，难道不该重视？嗯，我换一下。要你签字的。好。好。好了。这是我女朋友。哦，那不打扰你们了，莫医生，你先忙，走吧。辛苦。对，我女朋友。都怪你，他们还以为你约会病人。是谁先装的病人，坏我名声？你名声很好吗？那当然，毋庸置疑。走吧。还不到啊。人家男朋友来家里吃饭，看给你们紧张的，一个个全都提前下班回来。哎，尤其是大哥，出差都提前回来。长辈们工作忙，我们几个做哥哥的也算是半个家长了，那这事儿可不得关心一下吗？是。小江，哎，成年男人的世界你还是不懂，我和大哥结婚了，这男人好与坏一眼就看出来，你们看有用吗？人家生生得自己喜欢。哎，不是，对，最关键的是自己喜欢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这里停车位永远都被占满。嗯，前面有个商场，旁边有个地面停车场，我们去那儿停吧。后备箱东西多，要不先搬下来？什么东西啊？第一次登门，难道不需要什么礼啊？没经验，嗯，那你先把车靠边停，我让他们下来拿。哎呀，咱俩是一伙的呀，外公。哎，生生，啊，到哪儿了？哦，堵车不堵车啊？哎，要不然让你男朋友把车停我车位上，我把车挪开啊。咱家哥，能让我先说句话吗？咱家这个停车的地方难找又难停。而且男朋友第一次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他肯定赚不到。你妈紧张的第一次登门，让我打电话看看。我们这些怎么样？在哪里了？见着没？就这么养着吧，不要关心等回去再说。我锁定了，我过来了，先别动。等你回来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现在在弄堂口停着呢，要不然你们先出来拿下东西，车上东西要拿下去，一会儿再说。哎哎哎，好好好，行，我们现在就出去啊。现在连谈恋爱都不让打听。还不说话了？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走走走，干嘛呢？生生让我们再搬东西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不要一下子去那么多人，再把人家吓着。啊，也是。那我留下。你刚回来，你正好干吧。我带他们去。你行吗？可当然可以。好好，走吧，快点，赶紧，快点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哥哥们可不好意思。要是见到人都不许笑啊！嗯，严肃一点。哎，啊，你打起精神来。好凶啊，二哥。严肃点啊！
来了来了，快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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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许下车，你下车他们肯定很怒啊，不许下车。就这辆了吧，就这个。哥，啊，这儿呢，哥，在这儿呢。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走，干活，干活，干活。不打招呼吗？不用打招呼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搬东西搬东西。啥东西啊？这儿停不了车。小伙子，有点意思啊！哥哥们好，一车东西都给你收买了。行行，哥哥，行，咱先干活，咱先干活。先拿东西，拿东西，拿东西。哥哥，还有这个。哎呦，别看了，哥哥，快点停不了车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他们说帮我拿一下呀。他还要拿。这球哪一年的呀？哎呀，老爷子，不行了，别八卦，走了走了，三哥，走了走，别八卦，别八卦。那我们先去停车了。哎，不用，我把我车挪开，停我车位上，给你们站好了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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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大哥，走了走了。你看都买了什么？这没戴墨镜啊他。二哥。好，三哥，三哥。啊？往哪开？啊，前面有个商场，背面就是停车场。我哥哥他们平时挺好的，就是话比较多。没事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外公，这位是莫倾城。外公好，哥哥们好。啊，欢迎欢迎啊，来坐坐坐。啊，哎。哎，你们愣着干嘛呢？给客人倒茶呀！把水果切一下。哦，想吃啥呀？吃什么东西？是呀。啊，哎，莫医生，咱们是老相识了。哦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快请坐。嗯。哎，我还没跟莫医生说话呢。你好，赵成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沈耀。你好，国服选手。啊，我听说你懂不懂规矩啊？啊，长辈在这儿呢，莫医生先跟外公聊两句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，来坐坐坐坐，来坐坐坐。外公，这个我们家生生有没有跟你讲过呀？原来我也做过医生啊。讲过，我们家也都是医生，我父母就是。哦，你父母都是医生，你小的时候就没人照顾了吧？习惯了，从小就自己照顾自己。嗯。生生啊，这个情况你都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啊。不过他很少说这个。嗯。那你们俩应该刚认识不久吧？很久了。哦。外公，你也喜欢喝茶？哎，喜欢喝什么茶？我喜欢喝新茶。太好了，我父亲也是。我今天带来那些东西里边就有新茶，他特地嘱咐我的。
莫医生，你平常喜欢打游戏吗？我不会打游戏。我平时喜欢听歌。小时候呢喜欢打球，但现在也不打了，怕伤着手。听歌好，我们家生生啊唱歌可好听了。是，我知道。他歌写的也不错。我们俩认识就是从他写歌认识的。我算是他一个不知名的小粉丝吧。这就对了，我最近啊正好从网上听说，说这个相互欣赏的情侣啊才能够长久，所以情侣之间就应该相互欣赏。我们家生生呢，他虽然年纪小，但可有才了。是，远胜于我。哎，对了，莫医生，给你听一下我们家生生最近写的歌，可好听了。外公，我带他去楼上看看，他第一次来呢。啊，好好好。我跟莫医生聊得正开心呢。外公，那我先跟他上去看看。好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啊，转转去。哎，好嘞。那莫医生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我带你打游戏。好，一会儿我跟你学学。哎，好嘞。坐。你礼貌吗？我说错话了？人家刚来第一天。这都问的什么问题？打你的游戏。你从小就住在这儿吗？差不多吧。自从外婆走了以后，几个哥哥轮流过来住。我初中之后就搬到这儿来了。哦。这边，哇，这个呢是我外公的房间，这个呢是我房间，能进去吗？很温馨嘛。这是你小时候。对，你平常就在这编曲啊？对啊，我所有歌都在这儿编的。你看什么呢？想看你从这看出去，都能看见什么？就是街道，还有别人家。这个钢琴我5岁的时候就有了，保养的不错嘛，一定没好好弹。哪有啊，我每天都练。刚刚你在楼下说的都不是真的。什么？你是我的粉丝，你不怕以后被拆穿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未必。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带你去楼上看看。好啊。哇！你上楼梯小心一点。哦。你先上。哇，这不错呀，楼上还有个小院子，还挺惬意的。我小时候经常在这儿跳绳。反正楼下是你家，也不会有人投诉什么的。投诉没有，但有一次特别逗，被人报警了。搞这么大？有一回我胖了一点，想减肥，半夜睡不着觉，就爬上楼来跳绳，跳了100多个吧。跳完之后挺累的，然后我就叉着腰想溜达一会儿，顺便看看风景。后来新搬来的邻居就报警了，他怀疑我想不开。我的，你说你也不会做饭，你买这螃蟹，这东西弄起来可麻烦了。你这话说的，不是外公喜欢吃吧？是吧，外公？哎呀，太麻烦就先别做了，等生生妈回来让她做。我一会儿叫我烧饭阿姨给她烧了不就得了？你看把你给嘚瑟的，连母的都吃。大哥，二哥。哎，大哥，二哥。要不我来试试？你试试啊。你会做饭啊？家里人喜欢吃，学过一点。这菜可有讲究，不太好做啊。是不好做，所以只能说试试。行，是，我们等着吃。哎，帮我拿一下。
程程，这莫医生很拼呐，这势必要在今晚把咱家人给拿下。等着吃吧你，把这个衣服拿出去挂。哟，走，别扎手啊！二哥，哎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出去吧，别碍事儿了，出去吧。行吗？可以了。米饭门上啊，大哥也是，你俩注意安全啊。出去吧，拜拜。可以的，放心啊。拜拜。到你拿手的了。只有这一个最拿手吗？该不会搜菜谱去了吧？那搜菜谱做好吃了也挺不容易的，等吃吧。外公可是本帮菜的高手，挑剔的很。我看这小子是撞在枪口上了。走吧，外公，有人做饭了。盛点面粉吧。嗯。哦，忘了跟你说，年糕我喜欢吃小料的。没关系，这个用来炒别的。后面都给你接小条的。我再给你增加难度，做饭这一关你过得太容易了，我给你增加关卡。快坐快坐，别客气。香不香？
咱们共同举杯，欢迎莫医生来我们家做客。欢迎。男朋友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知道，莫医生吧，对面医院的青年才俊，咱们店的老顾客了，我都知道。你好，我是向庆慈。过去我们见过几次吧，但是我一直没说自己的网名，主要是因为我知道，是的，主要是怕被别人听出来以后影响正常工作嘛。我懂，我懂。你早说呀！你说我今天听说你要退居幕后了，本来我还觉得你挺可怜的，而且盛盛这边又有了男朋友，你这得多难呀！盛盛，我磕的 CP 终于圆满了！盛盛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不是，是不能不激动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看到你给我留的那张海报，本来我还挺难过的呢。哦，那张海报原来是他给你要的。那当然了，除了我还能有谁呀？那我是不是算家属了呀？嗯，当然算。我这一不小心还成家属了。我请你吃喝，请你吃喝。稍等啊，那你多拿一点，一会儿我们去录音棚。我全都给你拿上，全都给你拿上，你都拿上吧，记我账上。那可不行啊，都得算我的。谁要是跟我抢的话，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。行，那都算你的。行，那替大家谢谢你了。别呀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咱都自家人了，自家人了。哦，对了，再拿点你喜欢吃的那个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可以了，一鸣，够了。哎，你认识？
又无语了，你加点坚果。我不要。加点坚果，好吃。多好吃，小孩不会吃。在看什么呢？在看那些画手给你画的画。本来我还想给你做个画册做纪念，不过你的粉丝比我更爱你，已经在做了。最喜欢这个口味了，朗姆呢算烈酒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它跟奶香混在一起会不会很奇怪，没想到加成很大，奶香酒甜加上红提，搭这个配方的人一定是个天才。你这个声音可以给冰淇淋配广告。配过，但不是这个口味的。羌老师配的广告之多，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吧？那还是会记得的吧。做业内的顶级配音，什么好资源都优先你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分享一下。压力。完美主义上身，自己压迫自己。你想啊，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，等着你。保持水平就等于退步。每一次出作品，都要向前迈一步，不然真的连自己这关都过不去。平生有事如敷衍。
梦去还，梦去醒归，如燕散。亭是离亭，山孤山。一天明月同时看，茫茫烟水，如君送我还。